等下就知道这台车多猛了。喂喂喂！哎呦，过头过头，太快了啦！大改的光机差实在是超级难控制。因为这台车的手感偏滑，所以你如果甩太用力或是怎么样，它就很难控。但相对于它的过弯太快啊，所以跑大图来讲的话，它非常适合。飞过头了。大概老实说，你如果没有练手的话，其实不是很好用，因为真的太快了，那个速度。对啊，好、哦。为什么会两只恐龙啊？哦，那恐龙军团长来了，是不是？安屁啊！完蛋了！完蛋了！这一关要怎么玩呢、啊？墙壁撞得好，虽然没烦恼，我来了。哇，卡兰！这可以展示脱票的地图就是这一张了。为什么会是卡兰？我怎么可以让一只恐龙在我面前呢？我可是国王星际差嘞，走开！哦，快死！都没动没掉，熊劲啊啦！走开走开！走开！来看看我的国王星一餐的威能，Victory！ 哦，喉咙好痛、哦，是不是国王星一餐超猛的？我们终于回到脱票的时代，各位，那个验证码我就可以拿到了。
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，把刚刚训练发挥出来。哎，不对吧？训练没有这一趴吧？训练没有刚刚有人卡在那里吧？呜！360开气！哦，我决定要慢一点。哇，好快了！怎样？我就是开气，开气就是帅哥啊！快点啊！靠！我只想要跟你们说，那边可以开气而已，好不好？哦。我就是要再开 ，This Daily。一声大跳弹，一个 victory， 刚刚练习没有白费了，是不是？这个第一名不是赢啊，最后跳台获胜才是赢啊，各位。哇！这是一只鱼啊！这根本就是海洋中的，哈哈哈！快笑死我了，这个眼睛，你，走开！哎呦！哦，好晕哦，这台车。飞呀！哎，飞不过来，是不是速度太慢了？好，感谢新会员的抖内。哎呦呦！啊，拉不住了！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他们也很难过。大家开的都是道具车。我发现我没有二段很难跳那个弯欸。是不是可以直接开啦？不行，感觉没有二段飞不过来。我一直滴那个尾巴。哦，如果你是空白的话，有可能是因为有可能是因为你是老会员，你需要一个新手机，跟你爸爸妈妈借一下嘛，帮他们注册一下 ，OK？ 还有什么东西啊？感谢这个王宏凯加入我们的频道的新会员，恭喜你！来看看大家水准，解任务的人，解任务的人。欸，你们这样子看我跑这样不会很腻吗？老实说，我玩这关我已经玩得好腻哦。
这可以再甩吗？哦，甩满了呀，好酷哦！哇，跑掉！我是过得来，但是就是会像这样子撞，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。我们是一个好宝宝，我们要遵守他们的规则，解任务等人。哎哎哎哎哎哎哎！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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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！ 等人，我们是正人君子，没错。等起来，人家也是要练习到终点的。对，卡利斯的风信由我们带领。你们在干什么？你们害我当前不正了呢！等一下，我要被骂了！你们是个贱人啊！你们抓我干嘛？你要害我被骂了！等一下，有个欺负来，我要赶快跑走了，我要跑走了！你们这些坏坏，你们这些大奸！